你们在干什么？上课那么久，迟到上来进来，对吗？那时候对不起，道歉就好了，不是不表示吗？哦，啊，有，我今天会非常认真上你的课，学习你教的音乐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呢，连你今天要上什么，我们都已经先预习好了。那么你好，那我现在来考考你们，我们复习到第一堂课上过的东西来考你们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确定？那我要考喽。好，放马过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先来，快问快答好了。好，我们来上我们第一堂课上过《Gorosa 荣耀颂》。第一，对呀。好，《Gorosa 荣耀颂》这首歌呢，是由亚洲的哪个国家的哪个作曲家完成的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回答。日本的。那伊藤博。伊藤博。伊藤开。Bingo。快点，快点！对，第二题，《Gorosa 荣耀颂》这首歌呢，总共分成几个乐章？而第一乐章是由欧洲的什么歌而改编而成的？三、二、一，请回答。总共三个乐章。然后，格力罗圣歌。对，然后还有然后，不然呢？那个。由下看无曲的形式改变而成。Bingo！ 好，来，最后一题，再演。第三题，这首歌的三个乐章分别代表什么呢？而在乐章和乐章中间，观众不可以怎么样，直到谁样才可以怎样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回答。第一乐章，祈祷。第二乐章，歌唱。第三乐章，祭奠。对，在。我跟你讲。在乐章中间，观众不可以这样，怎样？放屁！不是，不要把自己家里习惯长出来。那，应该在指挥之前不能拍手。Bingo！ 大家记好，这两个学生非常的棒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给点掌声嘛！好，那我们二话不说，接下来就由陈义夫老师指挥带来这首《Gorosa 荣耀颂》，是由日本的知名作曲家伊藤康一所谱曲写成的。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，掌声欢迎！